现在已经到我姐家了。哎呀，这咋开呀？往下拉。啊。我大外甥女呢？出去了。嗯，哪去了？那个朋友领她去玩去了。哎，这营业额。挣老钱了。我说谁要在你跟前钓鱼，你都得把别人整闹醒了。咱俩姐弟俩这三十多年了，你弟弟性格不了解吗？嗯，我了解你。现在生意好了，进来就有座位，我也没往这儿瞅。我这一般上就上门开了。这什么鱼吃什么样子的？不一样。嗯，钓法啥的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用法。人也能吃，你尝尝。你尝吧。能吃。文东先尝。尝尝怕啥的？你尝尝怕啥的？那狗粮我都尝过，真的。我家前面有条小河。我就上那河里边钓呗。我咋不会呢？啊？给杆儿我啥不会呀？会。秀英干啥去了？给打电话让他回来。文队老师。走得远呐。晚上吃点啥？啊？不愿吃鱿鱼。你还点菜呢？嗯呐、啊。那、哦啊、现在这买卖做的风生水起的，不得整两个菜啊？你这你来了，我给你做鱿鱼；你不来，我连鱿鱼都不做，吃水泡饭呢。你知足吧你。你整两个硬菜姐上你家。哎，那你买来呀。我给你拿。姐姐百忙之中给你做饭上面，恐怕烧个心包菜呀！你这玩意儿还烧菜呢？你说打包打包点，你弟妹来了，关键呢？嗯？弟妹自个家人整什么外头？你看我姐多抠，老说我抠，就我姐抠啊，比我都抠。味香不？香。大外甥女回来了。姑娘不用骂你长眼。打个招呼。你好。嗯，那走吧。嗯。我不吃。谁给买的？俺有你吗？谁呀？俺爷妈妈给我买的。韩国人呢？嗯，不是中国人。嗯，长大了，我这大外甥女。阿言爸爸是韩国人。啊，就中国人找的韩国人结婚了，生个小孩。对。啊，你是中国人，韩国人？中国人。上菜了，排骨汤。这下面不用垫个垫啊？给大家看一眼。土豆丝儿，鱿鱼，洋葱，还有菜呢，刀鱼，还有刀鱼，还有这么多。你在网上搜我名都知道了，不说人家都知道。多吃点，秀英啊！别整了，努娜，吃饭吧。我俩那电饭锅也得换了。对呀，换个六人用的就行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俩那个是我家拿的，不是高压锅。你这个电饭锅多钱，奴呢？啊？20万吧。那挺便宜呀。我俩那个做完饭都不好吃，太多了。这饭焖出来也挺好。
咱们那个是捡的电饭锅。我家拿的。那不不要了吗？嗯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还捡的。咱们的饭吧焖的太硬了，是不？夹衬。啥意思？就里边硬呗。先生，不要玩了，那个拿个那什么。开饭了，给秀英整块排骨。兄弟吃吗？这么冷，你吃不吃？拿啥？拿勺子。啊，没拿勺啊。就忘了。给枫叶整一块大排骨。没有空碗了，努娜。有，再拿两个空碗啊，红啊。你尝尝我姐整的土豆丝儿咋样？炝拌土豆丝儿。这个排骨是买的吗？还是自己做的呀？估计是打包的。这买的自己做的，这个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？快吃！等会儿给我。用这个吃了，我的。我去，给我一个大绿盆啊！这个骨头，我再放这儿，放这儿，你说放你俩跟前。放骨头用，放这些。他不吃，打包的是吧？你在网上买的？打包的吗？在饭店？自己做的？网上买的。嗯。快快吃，我家都买去了吃。多少钱一盆？4000多吧。还挺便宜啊。就两块。带料的呀。关键这是馒头了，那是冻的。热一下吃就行。嗯，完了以后来不及做什么了。嗯，感觉好方便。他要不在家吃饭，我就不买肉。我感觉馒头不搁家，你就对不起他。嗯，反正我也不爱吃，不怎么吃肉，不爱吃肉。自己在家的话就随便吃点，多方便吃也行，省事了哈。嗯，他老好了。对，这鱿鱼整挺好的。文东做的好，让他做呗。他现在完了。他现在借口就是，哪有时间呢？